罗子逸同陈志尧近日出席无线新剧分后市宣传造势活动，他们剧中都有不少亲热戏突破电视尺度，场面香艳。其实你而家睇嗰度，只系嗰场戏嘅小部分，二十分之一，仲唔系即系成个过程嘅其二十分之一，系啊。即系我哋嗰啲激情戏播出嘅时段比较长，系啊。即系平时可能大家见到点到即止嘅嘛，公司嗰啲就嘴两嘴，跟住就移过个镜头咁啊，点到即止。即系而家你会系见到成个过程，过程系咁，所以变咗我哋演绎嘅。系啊系啊，有我呢个遮位高手喺度咁紧要啊！其实我平时我系唔饮酒噶，即系我系一个唔饮酒嘅人。咦，我都有叫你饮啊！但系咧，佢平时我饮我都唔饮嘅，即系唔系啦，即系做戏嘅时候啦。但系咧，一拍呢啲激情戏啦，即系无论有阵时同有一场同佢咧，有啲同乐意啦。哇，有啲真系即系觉得哇，即系要喺咁多人面前即系做一啲咁样嘅嘢嘅时候，即系自己有阵时。即以前未試過，其實即未試過咁成個過程咁樣俾人拍落嚟，咁所以我都之前都點都我都飲少少，令到個人冇咁清醒去拍。如果唔係，我會覺得即過唔到自己啊，係啊係啊，我都叫你拍嗰陣時飲少少酒。佢都有叫我，同埋佢好好咯。咁佢就一路播，你中意聽咩音樂，我話你揀啦。即佢就一路播住啲好浪漫嘅音樂咁樣去拍。如果我今日進入唔到狀態，跟住嗱，你諗下如又靜啦，跟住啲酷又個個望住你啦，跟住都多人咧，全部人喺度咯。咁你即嗰個感覺係嘛？即你好難即完全喺 focus 喺對方嗰度。所以一音樂係好緊要。係。